小新，这么巧啊！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呢？哎，飞机场的吉翁老师遇到你真好。哎，我刚好迷路了，带我回家吧。哎，真是拿你没办法。你说谁飞机场呢？飞机场的吉翁老师，我迷路了，可以带我回家吗？乱讲话！真是拿你没办法。还好这里离你家不远，走吧，带你回家。 Hello，大姐姐，我们在这里遇到就是一种缘分啊，要不要到我家看小白？他会翻跟斗哦。小新，我在等你，你怎么在这里大善别人？干什么？已婚妇女就是猴急，我跟你讲，小新不但会翻跟斗，他还会翻别的哦，要不要看？来，我看你还能讲出什么话，讲啊。除了翻跟斗，看看，还要看，他想看呢。你想看？那跟我回家，我让小白表演给你看。对，太好了。 但是已婚妇女真的很猴急哦，我有一个朋友叫 Stacy，她的老公录影工作完都不回家，她好猴急呀，我要去跟她讲一下，我跟她讨论一下。没有，我都是按时回家。那现在要录影了吗？对不对？那你要不要录影？马上录影，好不好？欢迎收看《百变制作心，一起动脑筋》。哎，又到了我们学生。 挑战赛啦，那今天是哪两位名校？哎，今天一边呢是我们源自大学，一边是红光科大。哦，对，哎，我们刚刚演的就是小新跟他的班导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演谁。哦，就是小新的班导吉翁老师。我们也是刚在彩排的时候，天人才知道我是演蜡笔小新。你是，你应该走服装的颜色像。对对对，可能蜡笔小新大概二十年后。对啊，但是你讲话一开口，哎，其实也蛮像的。不过根据我们调查，其实在大学里面。 最让大家苦恼的就是恋爱学分。哦，有七成的大学生认为恋爱是必修的学分，是。可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说啊，随缘就好了。对呀。而且每次学生来都聊一些，哎，我在这个科系里面有什么好的未来的发展啊？是。没有观众要了解这个，所以大家想听的是他们，因为他们就是一些吃瓜的群众嘛。对。他们想要听的就是女大学生呢。 非常奇情，非常猎奇的恋爱故事，纯真的恋爱故事，没有没有，不会纯真的，不会纯真吗？想当年我也是曾经念过。哦，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队伍。好，首先欢迎我这边红光爱天使阿姨、星宇，还有佑珍，以及萌萌。当然，对面呢，源自追男仔，我们陈天仁、翠翠，还有巧巧。 互相联谊吧，对啊，还有台中科技大学，真的也是，老中少，那其实已经排好了，星宇那时候有去联谊吗？那个时候呢，我刚好都在修恋爱学分，有一个稳定交往五年男朋友，所以等于那个整个学生的生涯里面就是那一位，就是那一位男朋友，他是他也是红光吗？还是不是，中部的，他是南部的，南部哇，那远距离你可以对远距离，这样可以五年哦，对，所以他练了他多久？哎，是我是给他满满的安全感，所以我连联谊都没有去过，好乖哦，对啊，我每次同学在那边说，哎，今天跟那个电海不是电海啦，东海的电机系，以后当工程师的就觉得哇，好有钱，对，
以后，他说那我要换车，就我想说 OK 好，你就换，反正你愿意载我。他去换重机来，但我觉得这个男生有心，因为他换了重机，我觉得好帅哦，就是在拍电影，你知道吗？他真的换重机哦，就他带我去跑山路，你知道回来我膝盖磨到都是血，他一直压车，他一直压，他生气，他情绪。对呀，他是救苦救难活菩萨，他一直压，他根本想不到。他自己入地狱，让其他的同学 happy。对。然后他入了地狱之后，他想把你也入地狱。真的。他就一直压车，要置我于死地。真的。对啊，佑真有没有去哪里联谊？没有，因为我男朋友。哦，他也是听听学姐惨痛的教训，好不好？不要再搞什么男朋友了。男朋友也是学校的吗？不是，
不同学校，也是南部还是中部？中部，哦，那很近啊，哦，还好啊，都台中啊。哦，看你们的命运啊。对啊，那某某呢？我没有去联谊，因为联谊的前几天我在家跟朋友打电动，然后开 KTV。哎呀，我们红光真挚爱啊！对啊，没有啊，那你应该有交男朋友吧？有，我有交往4年的男朋友。哎呦，其实很稳定耶。红光，你看随便抽查三个人都是搞这种的。5年、4年都很稳定。我们认真交往那个几年？2个月，还没半年，没有交半年啦，交半年。那这刚开始，刚开始啊，刚开始乖啊，对啊。那会不会觉得有男朋友，其实在那个时候很麻烦？不会啦，还是不会。现在不能讲，其实思考一下，因为半年也差不多。差不多，其实半年就差，大概一年啦，一年差不多。热恋期差不多。对啊，热恋期。那我们问一下这边的，来，源自的话，天冷有那时候联谊？哎，我其实没有联谊过哎。可是你一定算是有联谊过一次，但是需要联谊吗？你应该很多人想，就是说他长这样还需要相亲吗？不需要了吧？不是，重点是我大一。其实不是读原子，大一是读台中教育大学。嗯，然后那时候我也有男朋友，所以我也没有去参加抽钥匙，然后后面就再也没机会了。因为后来转学到原子之后，你就有知名度了，对不对？他们对，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家都就是知道说，哎，我就是算半个演艺圈了，然后大家其实都不太敢靠近我，因为会觉得说，哎。啊，你是不是有人身边很多男生或什么的？我的演艺圈这么多帅哥，对啦，因为他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了，对，对不对？嗯，哦，那翠翠呢？我们学校是那个系学会很常办各式各样的活动，嗯，然后就像我们管院就有办一个是很特别，是舞会。我们管院有5个系嘛，然后他们就会联合办。然后就可以自己吸办，或者是去现场要抽办。现场抽？对对对。怎么抽？也是用钥匙吗？没有没有，我们会，他们是当场的时候，他就会发那个卡，让男生留电话号码，还有什么东西，就是每年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直接留电话，我有参加，很棒。想不想参加？想去。然后就是半年而已，你不要破坏人家。那你现在有男朋友吗？没有，没有啊，因为太忙了，他应该是太忙，没有时间交男朋友。有10个8个还在。啊，对，那巧巧嘞，巧巧也是，因为我读的是电机系，哇，那很好，是男系，因为我们系上有60个人，哇，女生，一个可以选6个，哎，就是在我们系上很容易就可以当系花，对啊，客气了啦，真的客气，那每天是不是早餐吃不完？没有，全部都是兄弟。你作业写了没？哎，我不会写，哎，我也不会写。哦，听说那个翠翠本身是热舞社社长，对，然后巧巧也是，今天两个人都有精彩的舞蹈表演要带给大家看。好的，掌声欢迎他们。来比拼啊，比的是智力，获胜的队伍有机会可以得到10万元高级家电哦。哎，马上进入我们的资格赛——学生挑战赛之脑力对决变变变。学生主持人问号满天飞，谁是真正的生活观察家？
台大医院，那下面有四个字，但这四个是英文字母。台大医院。为什么选了台湾？哎，一个字给一个字。没有给一个字，不用，是不是？第一个字不用给啊。那个，五、四、七，请说。N I H T， 嗯 ，I 在哪里 ？N I H T。好，今天要考验大家的是生活观察家啦，对不对？哎，你在学校当然要那个啊，察言悦色嘛，看一下有没有漂亮的妹或者是帅哥，对啊，或者说有的学姐，对不对？不好伺候的，你也是要稍微按耐一下，不然大一进去哇，那学长学姐定死，对啊，而且一直在那边发好人卡，说他有稳交五年的男朋友，对，稳交心语啊，心语，对，不喜欢的就发好人卡，如果喜欢，听说你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谁？讲的，我会告他，那是我爸。对，好，待会生活观察家出来，听到请抢答才可以按铃哦。好，好的，哎，准备好了吗？好了，生活观察家，请出题。哎，这很明显，这是哪一队的球衣呢？请抢答。星宇兄弟。哦，上面就是写兄弟两个字，对不对？对吧？好，可是我跟你讲，我吃亏。怎么了？因为他是那个孝明娘啊，怎么会吃亏呢？对啊，可是你抢到，你有优先答题权。因为我敬业啊，我不会，我还是要你问一下，等一下。你说他不敬业，写什么？你们知道写什么吗？应该是兄弟。哎，兄弟应该是啦。你台中那个棒球场不是？台中洲际棒球场。对啊，就是兄弟队的主场。兄弟队的。所以你的答案是。兄弟啊，兄弟，这个答案对不对？兄弟，恭喜答对！哎，我对了，吓死人了！哪一次？恭喜，这天人按得比较慢哦。哎，好，没关系，那我们再次换人作答，佑真配上翠翠。好的，下一题，请出题。好，台大医院，那下面有四个字，但这四个是英文字母，其实就是它的简称呐。请抢答。哎，翠翠，英文，英文，翠翠 ，National 啊四个英文字，简写，简写 ，National 台大医院 ，NTU， 那医院是什么？又是 University， 五，四，三 ，National 台湾，二，一 ，H， 你的答案是 NUET。NUET 对不对？抱歉，答错。来来来，我们机会来了。National 台湾，哎，一个字给一个字，没有给一个字，没有，是不是？第一个字不用给啊，第一个字就是对不对？嗯，你刚刚那个，你刚不是有讲 NIH？ 哎，有可能。什么什么？那个五，四，七。NIHT 好，加分 NIHT， 请说 NIHT， NIHT 在哪里 ？NIHT 这个答案对不对？抱歉，答错。来来，翠翠 ，National 台湾 University Hospital， 所以是 NTUH， 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哎，我们大学不是很流行，都有在卖那个大学 T， 有没有？像台大的话，他们那种大学帽 T 前面都写 NTU， 所以台大医院 NTU， 后面再加一个 hospital 的 H，NTUH。好像我是北大，所以我就是 NTPU， 哦，就是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这样子。我们是 YZU， 你们是什么 ？YZU 原自大学，那你们红光是？不知道，不知道哈，我们去查一下。不管今天他们都在发好人卡，没有出去联谊。对，好 ，OK， 好，现在1-1平手咯。好，再换人抢答。来，下一题。某某对上巧巧。下一题，请出题。四个字是中文字，那它是一个标志，好一个标章。你看一下是哪一个品牌呢？请抢答。哎，巧巧是台湾农会吗？啊？台湾农会是算蛮大的哦，蛮大的。哎，这上面有一个，那个应该是稻子吧？稻子，绿色的，是不是？哦，稻子的形状。所以你的答案是
做酒的吗？就有个地区吧。是。金门。哎，三二。金门高粱。什么？什么？金门高粱。金门高粱。等一下，等一下。金门高粱。怎么跳那么快？没有，我想说。答案要是题目，来，答案是金门高粱。金门高粱这四个字对不对？抱歉，答错。来，换这边啦。这太难了。我们的答案是金门酒厂。金门酒厂。金门酒厂。这个金门县对不对？恭喜答对。金门酒厂，谁是金门人？有金门人吗？没有，我们只是顺着他的金门回答下去。哦，我想到酒厂，我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对吧？有。因为在1951年，也就是民国40年的时候呢，那个金门的防卫部的司令官胡琏，他只是在当地，因为那时候当地有那个私营的酿酒厂，他喝到以后他觉得很好喝，所以呢，在隔年呢，民国41年的时候就设立了金门酒厂。是，其实金门就金门高粱有名嘛，因为他就发现，金门的高粱很厉害。对对对。那现在呢？红光是2分，源自1分，2-1哦。再次的换人作答。来，下面图，下一题，请出题。好，这个在酒下面都会有个标语，竟然是我们两个的脸，怎么会这样？对，这中文字哦。这种东西要卖给谁？对，卖给理性饮酒。我看到我们俩就会很理性啊。好，对，来，好，总共7个字，请抢答。哎，天人。未满18岁，未满18岁。勿饮酒。这一个警语就对了。警语。哦。请勿饮酒还是禁止饮酒？我觉得是禁止，强烈一点是不是？好。未满18岁禁止饮酒。好。未满18岁禁止饮酒，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未满18岁禁止饮酒。哇，其实有9个字啊，未满18岁禁止饮酒。你刚刚在喝。对，因为像其实大家都有规定说啊，在酒精的酒类的饮料上面都要下这些警语。譬如你是想酒，对，譬如说未满18岁禁止饮酒，或者是喝酒不开车，或者是什么饮酒过量有害健康。对，大概就这3种啊，看你怎么写而已。对对对，好的，那目前2-2平手，再次换人抢答。来，下面。下一题，请出题。这是交通部的哪里呢？5个字，好，5个字，这是在播报什么的单位呢？请抢答。太难了吧？可以看下面的英文提示哦。对，请抢答。来，翠翠。交通部。交通部什么？是中央的。对，中央气象局。对，应该是吧。所以你们答案是中央气象局。中央气象局。这5个字对不对？抱歉，答错。因为他那个政府的组织好像有些改变。对，有一个组织跟一个位阶的差异哈，你部门下来不可能马上接局。那我们就是继续顺着他的线，他们当是中央气象局，我们要偷，怎么偷？中央气象署署吗？署啦，环保署的那个环保署，署长的署。好，这个答案对不对？恭喜答对，交通部中央气象署。哎呀，源自美说差一点哈，因为这样红光捡到2分，对，所以这一回合呢，红光3-2获胜，那也很聪明。我们捡到真的捡到，因为我们就是在做一些资源的回收。这就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观察家的其中一个精神。对，就是我们观察别人，他打错差一点点，我拿来改一下，他就把它捡到。对对，你们善良。那等一下可以有优先的选题权。好，马上进入学生挑战赛之。不是 A 就是 B。好，2队呢，等一下要1-1的 PK 啦。对，那一共要进行3个回合，每一个回合有10题，那2个人就是 PK 抢答，反正选项就2-1，答错也不会扣分，答对就有分。那3个回合总共30题，最后来看哪一队答对的题数比较多，就是我们待会的 A 组。好，那刚刚呢是红光这边获胜。对，我们3个回合有帮你们设计出4种题型，你们可以先选题型。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有动物题、娱乐题、语文题以及历史题，你们可以先选，看你们要哪一个题库。我们选娱乐题。娱乐，那谁要出来呢？我先。好，佑真娱乐吗？佑真，那你可以挑对面3个。对对。那你觉得对面3个哪一个最没有娱乐？就挑他。对。娱乐最弱。他每天都在吃斋念佛的，你就挑他。对，最弱的。他们两个都在练舞啊，应该没有空娱乐吧？
太令我们哎，会不会是电机系的？好，那我们都选电机系，巧巧电机系哦，巧巧巧巧系哦，好的，两位请上擂台。说文解字讲得头头是道，竟被胡乱解读，歪楼收尾。脸蛋天才邱银优属于哪一个偶像团体？邱银优是我老公哎，是 ASTRO。恭喜答对。哪一个动物的雌性会拥有比雄性还要大的尾阴茎 ？B， 正确，猎狗。哪一个字不同的读音比较多呢 ？B， 错误是 A， 者。者的读音其实有很多种，有五种。那行的话呢，是行业一种，行人一种，德性一种。还有一种叫汉汉，不是烫汉呼噜呼噜，不是。不是 A 就是 B， 娱乐题请出题。脸蛋天才邱银优属于哪一个偶像团体 ？A. Monster X， B. Astro。Three, two, one。巧巧，邱银优是我老公哎，是 Astro。恭喜答对。DC 漫画角色小丑女，她的名字叫什么呢 ？A. 哈利奎因 ，B. 奎利哈因。Three, two, one。真又真，我觉得是 A， 正确，哈利奎因。哪一部人气漫画在日前已经完结 ？A. 咒术回战 ，B. 葬送的芙莉莲。Three, two, one。巧巧。咒术回战正确。图片题，哪一个是足球巨星梅西 ？Three, two, one。右真 B 正确。图片题，哪一位是女团 BLACKPINK 成员 ？Three, two, one。右真 B 正确 ，B 是 Jisoo。休刊已久的猎人，目前剧情库拉皮卡还在哪一种船上 ？A 游轮。B 飞行船。Three, two, one。巧巧，游轮吗？正确。艺人余翔泉的妈妈是谁 ？A 李艳秋 ，B 李雅萍。Three, two, one。巧巧，李雅萍女士吗？正确。也飘，也飘。哪一个乐团是美秀集团 ？Three, two, one。巧巧 ，B 错误 ，A 是美秀集团 ，B 是迷先生。图片题，网络迷因“我立刻爆炸”是谁说的 ？Three, two, one。右真 A 正确，黄伟晋。图片题，哪一位是亚洲歌姬邓丽君 ？Three, two, one。右真 A。错误 ，B 是邓丽君 ，A 是陈淑华。好的，回合结束，谢谢两位。哎，请回座，谢谢，谢谢。哎、欸，很棒哎，因为那个哦，因为比较资深，对，现在那个小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对，重新让他们回温一下，就邓丽君跟陈淑华，在我们眼里可能会觉得很容易分辨，但也许他们不知道。对，那时候邓丽君也是军中情人，没错。对，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啊，那个就是也是邓丽君唱的。对，但比较可惜就是1995年的时候逝世了。那刚刚就是照片，就美秀集团跟米先生没有分清楚啊。因为他们的人都很多，很造型都很像，所以你可以看他的动物个人，对，而且感觉真的都五个，那个有一团的毛发比较旺盛，但是美秀集团有女生，但是明星没有女生，所以你可以看看女生，以抓女生最主。好的，那刚刚其实平分秋色，4-4平手，哎呦，哇，竞争会激烈成这样。那第二 round 呢，由我们源自选题库，而且挑对手，你们可以选。好，娱乐题被选走了，动物、语文跟历史，你们要哪一个？动物、啊，动物吗？动物是翠翠吗？OK。平常有在养小？你有宠物吗？家有猫。养猫。OK， 那你要挑这个某某还是新？你觉得哪个人没有在养宠物？没有。我有养鱼哦。我有养狗，我有养狗。谁？我是牛哎。没有养狗，我是牛。我养牛。我养牛啦，其实你养鱼啦。既然你养猫，你要不要选鱼？对耶。你养猫，你就选鱼嘛。猫吃。好的，两位请上擂台。好。不是 A 就是 B， 动物题请出题。台湾第一间饲养企鹅的是哪一座动物园 ？A. 顽皮世界
B 寿山动物园。3, 2, 1，来，翠翠，顽皮世界，正确。当狗狗夹起尾巴时，是表达哪一种心情 ？A 害怕 ，B 愤怒。3, 2, 1，来，翠翠，害怕，正确。哪一种动物的脚其实非常臭，走过都会留下味道 ？A 黑猩猩 ，B 北极熊。3, 2, 1，来，心语 ，B 正确，北极熊。图片题，哪一个是猫的脚印？3, 2, 1，来，翠翠 ，A 正确。图片题，哪一只牛是台湾黄牛？3, 2, 1，翠翠 ，B 正确 ，A 是水牛。正常情况下，雌性的狗狗一年会发情几次 ？A 两次 ，B 三次。3, 2, 1，心语 ，A 正确，一年两次。哪一种动物同时间只会有一个伴侣呢 ？A 海豹 ，B 狼。3, 2, 1，翠翠，狼，正确，狼。哪一个动物的雌性会拥有比雄性还要大的尾阴茎 ？A. 犀牛 ，B. 猎狗。3, 我不知道。2, 1，心语 ，B. 正确，猎狗。哎呦，蒙到。图片题，哪一只是雄性的长颈鹿？哈 ？3, 2, 1，心语 ，B. 错误是 A 啊？怎么看？图片题，哪一只是红鲟？来，翠翠，你不知道啦，你不会，你家没养虾。蟹，正确 ，A 是红鲟 ，B 是三黑蟹。好的，回合结束，谢谢两位。好，来，请回座休息。好，刚有一个水牛题嘛？对。那应该问某某啊。对，好险没有选到他。对 ，A 是水牛啊 ，B 是黄牛啊，是黄牛跟水牛。我们台湾吃的牛肉品种，也就是前两名，也就是黄牛跟水牛，但是黄牛的肉相对比较紧实，好，所以你去外面如果点到黄牛的会比较贵。然后像刚刚他说，哎，哪一种动物呢？同一个时间只会有一个伴侣呢，就是狼。你只要这个配偶还在，他就会一直跟他在一起。哦，对。那海豹是有多开心？不是，海豹其实是这样，因为母海豹呢，它通常会选说群体里面最厉害的那一只公海豹，对，跟它交配。所以其他没有被选上的，其实有八成的海豹一辈子都是处男啊，因为你不是最强的啊，哦，对不对？哦，那哪一个动物的雌性拥有尾阴茎？对，其实简单。而且这一题，心语居然知道。对，他是我猜对了，猜对了。因为像猎狗，猎狗就是我们卡通里面看到长得很丑、很像狼又很像狗的那种动物，你知道吗？好，猎狗它们是群居嘛。但其实他们是女生雌性为领袖，那这个雌性的猎狗呢，它在成长的时候，其实它那个尾阴茎是它的阴蒂，所以它的阴蒂会不断的成长，长成长条状，看起来就很像假的阴茎。然后如果它真的要交配的时候，那一个猎狗还要把它那个长的阴蒂收回去。不然男生的阴茎没办法放进去，就是伸缩自如。对对对对对，他那个阴蒂这样。对，这一段你讲好适合，很适合。好好，对对。然后像刚刚那个长颈鹿，哎，心语问说啊，怎么分？哎，对啊，其实很简单，谁知道啊？看它上面的这个角角，角角没有毛的就是公的，角角长毛的就是雌性，就是母的。好，所以你这样看就知道了。对，很棒很棒。那像北极熊啊，它的脚底好像说有一个很臭的味道，对不对？它那种是化学物质的味道。你要想哦，北极熊啊，在这么冰天雪地里面，他们是有时候都一只两只，对不对？对。他们其实就是要靠走过去的脚印，让他的同伴会闻到味道做沟通，所以那是他味道是让他来沟通的。哦。对啊，不然这么冷，他也看不到对方，又这么白。而且他那一片雪白啊，他也是白的。他走到哪里去都不知道。对，所以他一定要在脚印上留下一些味道哈，他才可以让别人看到，可以借着沟通他。其实不洗脚就有味道。哦，对。那你就不洗脚去走走看。你以后不洗脚走，我们也会闻你的味道找你啊。谢谢。如果你走失的话，谢谢。对，好的。那刚刚那一回合呢，我们心语拿到三分，翠翠拿到六分，所以目前红光是7-10，落后三分哦。哎呦。那现在关键最后一个回合，某某选题就很重要了。对对，因为你对手一定是天人嘛，就剩下他。对。那剩下语文跟历史，你要选哪一个？语文题。语文吗？语文题，okay，比较有把握嘛。对，看你表现了，不要紧张。好，加油啦，两位请上擂台。
不是 A 就是 B， 语文题请出题。在日本旅游时看到哪一个词代表吃到饱？ A 放题， B 歌瘾。 3 2 1。 哎，某某 B 错误是 A 放题，歌瘾是折扣。一字多音叫做破音字，哪一个字不同的读音比较多呢？ A 这， B 行。 3 2 1。 来，某某 B 错误是 A 这。主持人梁鹤群的鹤是什么部首？ A 土部， B 赤部。 3 2 1。 来，某某 B 正确是赤部。图片题，书法永字八法当中那要怎么写？ 3 2 1。 来，天人 A 正确， B 是撇。图片题，哪一位是知名作家白先勇？ 3 2 1。 天人 B 正确， A 是余光中。我和另一半分手了，应该要用哪一个英文片语？ A break up， B break out。 3 2 1。 毛毛 A 正确， break up。 注音符号有37个，那韩文有几个字母呢？A 24个， B 32个。 3 2 1。 天人 A 24个正确。图片题，哪一位是常春藤英语的创办人赖世雄？ 3 2 1。 哎，毛 B 正确， A 是 Tony Chan。 下列文字与读音配对，哪一个正确呢？ 3 2 1。来 B 正确， A 是没有卷舌的词。心中有所惭愧，感到内疚，疚要怎么写呢？ 3 2 1。 天人 A 正确， B 的疚是错误的意思。好的，回合结束，谢谢两位。谢谢，好，谢谢。第三回合很关键性啊。那刚刚有一题说，哪个读音比较多啊？这的读音其实有很多，总共有5种。哦，譬如说我看着，这就一种嘛。然后还有着凉，穿那么少，小心着凉。着凉了。然后还有着色，着魔啦，着魔。然后还有著作，著作。还有衣着，衣着就我刚刚讲着色嘛，也是衣着，总共有5种。那行的话呢，是行业一种，行人一种，德性一种，还有一种叫汉汉。胖胖呀，他叫胖胖，就是一副刚强的样子。胖胖，对，胖胖，不是讲你憨憨哦，不是这种。胖胖，比如说他胖胖的走来，就是一副刚强、理直气壮。哎，不是胖胖呼噜呼噜。不是，可以了。然后我们去日本旅游，放题就是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然后呢，歌瘾呢是折扣，就是那卖衣服外面会贴歌瘾，就是我有在打折这样子。对对对，好的。那刚刚那回合呢，两个其实都4分。又平手，可是关键就在第二回合啦，所以总分红光11分，那我们源自14分，恭喜源自从我们的 A 组，恭喜啦，好，那等一下好好加油啦，是有机会把我们10万元大奖带回家喽，马上进入学生挑战赛之百变终局之战。大家都怕当离婚的证人，只有他愿意自己跳下去。卡通人物海绵宝宝家住在哪里？凤梨屋，正确的凤梨里。网络红人法拉利姐的名字叫什么呢？不知道。下一题。台湾一般离婚需要找几个见证人？3个。问一下律师。需要2位见证人。两位见证人。这样会害大家都没办法离婚的。3个。你好，我再问你吗？可以问一下我。好的，好的，两位。两位。好，恭喜源自大学啦，他们派出的是巧巧，会赢到哪些大奖？是今天获胜可以得到 AI 智慧顶级按摩沙发，还有钢板变频3层冰箱，以及50寸4K 液晶显示器，总价值超过10万元。对，但是你有一些敌人要对付啦。首先是我们国际大律师游杰彦律师，大家好，好关注。对，然后再来呢，是我们德州扑克中华队的冠军国手甄怡，好，哇，都是我们的关主啦。对。好紧张，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还是准备了3张技能卡给你。来来来，我们节目呢最后宗旨就是要谁先归零谁就输，要让对方的时间归零。来，火力加一，你可以选一位你的队友跟你一起答题，但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你要听他的附送啊，会有一些时间差。
到时候再思考一下我怎么运用。嗯、好，慎选队友。慎选啊，在关键十秒，在官方的十五题暂停之后，你可以选择怎么运用这十秒、嗯，可能加你自己十秒，或者是扣他十秒、嗯。对，然后在关主连打，遇到不会的题目，使用这张卡的时候，直接帮你把时间暂停。那他们回答，他们要答对两题，才又轮到你，所以可以消耗他们不少时间。对，啊，你觉得哪一张对你最有帮助？我相信我的队友，所以要火力加一嘛。我希望可以拿到火力加一。好，年轻人终是不太，终究是年轻人。对，用抽。你要趁现在律师在。你觉得你的火力加一会是这三张的哪一张？直接抽了吗？你先指一下好了，点出来给我们看。这张吗？哦有。那我们律师非常害怕，我只能说这一张是我们尤律师最紧张的一张。最害怕，抱歉，律师，我要这张。要不要换？不换。确定不换？不换了。那你先看其他你不要的这两张。好，我先看这张。哦，我厉害！没了。没了。哦。关主连打，关主连打，谢谢。你不会的题目就用哦，要记得使用哦。好，有些人会太紧张忘了用。OK， 这一张对我们律师来讲是一个压力，苦恼啊，苦恼。准备好了吗，尤律师？终于准备好了吗？要加油啦哈！老师，请出题。卡通人物海绵宝宝家住在哪里？凤梨屋，正确的凤梨里。台湾最长的桥梁连接彰化到哪里呢？高雄。正确。知名的诺贝尔奖几年举办一次？四年。下一题。诺贝尔奶冻卷是哪一个县市的名产？关主连打。暂停。原治大学隶属于哪一个企业集团？远东。正确。目前的亚洲首富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印度。正确。网络红人法拉利姐的名字叫什么呢？不知道。下一题。台湾一般离婚需要找几个见证人？三个。下一题。想要吃蟹膏的话，要吃公蟹还是母蟹？公蟹。正确。韩国俗称的江南是指哪一条河以南？汉江。正确。型号 AAA 的电池一般叫做几号电池？正确。神话故事当中，女娲是人面什么身？蛇。正确。黑面琵鹭会在什么季节迁移到台湾？正确。银行升息一码代表利率提升百分之几？0.25。正确。日前三大经济体是美国、中国跟哪一国？德国。正确。来，时间暂停。哇、哦哦！好，第一阶段结束了。对，目前暂时呢，关主71秒，来宾是64秒，落后了7秒，技能卡已经用完了。哦，意思是说接下来要靠自己了。是。知名的诺贝尔奖呢，是一年就举办一次，每年对对对。可是刚刚有一个你喊暂停，诺贝尔奶冻卷，你有吃过吗？宜兰很有名啦。宜兰很有名啊，礁溪嘛。对，有一个诺贝尔奶冻卷，是紫色的那个。对对对对对，而且中间还有块奶油，奶冻，奶冻，有点点布丁的感觉。对对对对，奶冻卷，这个是在宜兰。你在那一题的时候使用关主连打，那也 OK 啦，因为他先让他自己回过神来，先暂停一下。是，对。那网络红人法拉利姐就是叫张婷婷，哦，对耶。啊，有网友会戏称她叫她阿姨呀，啊，因为她以前的名字叫阿姨。哦，阿姨。对对对。啊，现在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叫婷婷。然后呢，台湾一般离婚需要几个见证人？问一下律师。需要两位见证人。两位见证人。这样会害大家都没办法离婚的，怎么证明？三个。你还在问你吗？可以问一下我。好，两位。两位。结婚跟离婚都一样，都是两位啊。但两位不用同样的那两位。不用不用。对对对。如果离婚要三位，那很难离，很痛苦。找不到人。对对对。那目前三大经济体是美国、中国，其实本来是日本。但后来呢？今年呢？2024年的时候，德国超车日本，所以三大经济体变成美国、中国跟德国。对，好，那我们这聊完之后，你有没有想要换？我把机会让给翠翠。翠翠，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喘一下，喘一下，没问题。但没有技能卡喽。OK 啦。对，那待会关主先啦，好不好？是。哦，翠翠 OK 哦。OK 啦，乐舞社社长啊 ，OK 的。好。哦，那关主先答喽。嗯。欸，如果关主答下去，其实没有什么不可能，啊，就平手啊，因为他多一题嘛。啊，他如果想一下，你不要以为你接到烂摊子哦，因为现在是他开始答，对，他答完了，搞不好差不多。你们两个就哎一样的描述啦，哦，对不对？加油哦，是有机会的。
老师，请出题。俗语“君子坦荡荡”，下一句是什么呢？小人长戚戚。正确。超级英雄超人，故乡是哪一个星球？克星。正确。哺乳类动物当中，不是胎生的是哪一个动物？鸭嘴兽。正确。棒球比赛当中，双杀的英文叫什么呢？Double kill。下一题。知名的乐华夜市在哪一个县市？Pass。下一题。铁人三项比赛当中，自行车要骑几公里？30。下一题。捐血500毫升的话，要隔多久才能再捐血？3个月。正确。阿里巴巴与40大盗的故事来自于哪一本书？1001夜。正确。甜点巧克力是哪一个国家发明的？英国。正确。台湾明正时期时，正经将国号改成什么呢？Pass。下一题。一般调解委员会设置在哪里？乡镇市公所。正确。道家的思想家老子，他的姓氏是什么呢？ Pass。 下一题。芭蕾舞剧《天鹅湖》女主角什么时候会变成天鹅？ Pass。 下一题。宜兰的哪一个乡镇是台湾面积最小的镇？罗东。正确。黎巴嫩是属于中东还是中亚国家？中东。正确。一般情况下，海拔每上升1000公尺，温度会下降几度？6度。正确。小吃磕爹的爹原本是什么意思？磕。正确。孟加拉是从哪一个国家独立出去之后建国的？ Pass。 下一题。台湾第一间现代化医院是哪一间？ Pass。 下一题。世界最长河流尼罗河到了。哇，没关系啦，我们有一个答题小技巧啦。其实你与其 pass， 你不如猜一个，就猜猜看。有的很容易会蒙中啊。对，像那个天鹅湖什么时候变天鹅嘛？它白天会变天鹅啊，晚上就变成了少女。对，女主角哈，白天是天鹅，晚上呢是少女。哦，对。那道家思想老子，老子的本名叫李耳，所以他姓李。对，铁人三项呢是这样，他是先游泳1.5公里，然后自行车骑40公里，然后最后再跑步跑10公里。哇，对对对，其实真的很辛苦，很辛苦。那有个明正时期，正经将国号改为什么？不知道，有点忘记。他是该将国号改为东宁。震惊的时候改为东宁，东宁，东宁，宁静的宁，宁静的宁啊，东宁，对，东宁，是，学到，你们就是太会考了，逼死我了，我的敌意有这么凶吗？对啊，那五组而已嘛，我自己不玩了，来啊，不要讲，必须不要讲，剪掉，剪掉，剪掉，算了算了，剪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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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错了，错了，这句有点冲动了，冲动，冲动，有情绪，有情绪，有情绪。小吃我们常讲 a day a day， 对不对？那大小怎么样？那个 day 呢？其实 a day 的 day 它是福州话，它那个 day 也是鹅啊的意思。就是鹅啊，鹅啊是台语嘛，鹅 day 啊 ，day 是福州话的鹅啊的意思，所以两个加起来都是鹅啊，就是鹅 day 这样子。对，台湾第一间现代化的医院是新楼医院，新楼医院是台湾第一家的西医院，不然以前都是那种中医啊，中医啦，对对对，新楼抓药的楼是大楼的楼。对，那我们这边呢，其实他后面有几题虽然都 pass 很多，但有的他稳稳的想出来，他也是答对，对，是很厉害，对，好，那我们还是要遗憾的宣布，源自大学挑战失败。接下来红光科大，请就位。好，红光派出的是佑真啊，佑真，那 B 组只剩60秒，可是获胜一样有50寸4K 液晶显示器。住学校还是住家里？家里，住在家里，很棒啊，哎。啊，厕所啊，厨房也可以放50寸的大电视，多棒！气派，多开心！对啊，对不对？走到哪里看到哪里。最主要那台是我赢回来的。对，真的哦。好，可以哦。那待会你先一人一题哦。好 ，OK。好的，好的。老师，请出题。斗牛是哪一个球类运动的竞赛模式？篮球。正确。请丧假要几等亲之内家人逝世才能够请呢？3等。正确。地球海洋跟陆地的分布哪一个占比较大？海洋。正确。歌剧《公主彻夜未眠》指的是哪一位公主呢？杜兰朵。正确。18铜人源自于哪一个武功派别？少林寺。正确。在独角仙当中哪一个性别头上会长角？公的。正确。中华民国国旗有几种颜色？3种。正确。俗语不听老人言，下一句是什么呢？吃亏在眼前。正确。
飞儿乐团的女主唱飞，中文的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下一题。后宫甄嬛传里的华妃有几个孩子？没有。正确。常说的三千烦恼丝指的是什么呢？头发。正确。电脑副档名 RAR 指的是哪一种档案？压缩。正确。人类乳突病毒英文简称是什么呢？HPV。 正确。哈利波特当中阿兹卡班的狱卒是什么怪兽？跳过。下一题。标示电压安培单位的英文字是什么呢？ A。 正确。二十四孝的故事是在哪一个朝代编录的？元朝。正确。知名的戴高乐机场位于哪一个国家？法国。正确。目前哪一个大洲的艾滋病人口最多？非洲。正确。漫威角色死侍的特殊能力是什么呢？跳过。下一题。带领缅甸推动民主改革的重要人物是谁？跳过。下一题。时间到。哇哇，缅甸那个是翁山书记。翁山书记，对，然后是不是以前杨紫琼还有演过？也拍成一部传记电影。对，还有演过他。那死侍的特殊能力就是他可以再生，就你打他砍他几刀，他过一下又都好了。又好了。对。因为他一开始他好像是想自杀，后来死不了。Oh, 对对，死士嘛。那哈利波特呢？阿兹卡班担任狱卒的是什么怪兽？就是催狂魔。催狂魔本身没有灵魂，可是他可以吸取别人的灵魂，所以你如果人一跟他接触就会发疯。然后因为他会把你的灵魂吸走，然后那个人就六神无主，就会发疯。也有一些人你一跟他接触就会发疯。对，他就是催狂魔，我懂了。没事了，没事，都过去了。好的，在这边还是要遗憾的宣布，宏观科大挑战失败。哎，那其实都差一点点。对啊，而且刚刚的 V 组，我们律师松一口气啊，因为里面问的华妃有几个小孩，好险这一题是对方答。啊，对，因为他的。如果问到你怎么办？我会啊，我跟他说没有，没有小孩。是吗？我追完了，我真的追完了。哇，那我是想没有，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的弱点。弱点啊。他就从头到尾一共多少集？对。多少集我不知道，九十，我是只有追了，好像追了三个月，三个月，然后他把它看完，因为他以前他的罩门就是《甄嬛传》，只要出《甄嬛传》他就输，他就完，对，他把它看完，他这个精神值得我们仿效，就是我们实事求是，然后把不懂的弄到懂。好，那也谢谢两位呢，帮我们守住了10万元大奖，谢谢两位观主，也谢谢两位大学生来参加，让我们整个摄影棚变得更加的青春洋溢。是的，那以前有多老气？没有啦。他还为了那个巧巧还为了我们跳爱的主打歌，对呀、啊，他还说接地气，接地气，你看到没有？哦，但当然呢，也谢谢观众朋友们您准时的收看，我们百变智多星，一起动脑筋，下次见喽，拜拜。